Hello，大家好，Hello，刚刚出了一点那个调试的事故，稍微等一下啊，来连一下麦。Hello，Hello，哎，你是怎么进来？你是看到我给你发那个链接是吗？对呀，就是有艾特，然后就上来了。等一下，他们两个啊，还有两位。我觉得好好笑，等一下。我再邀请一遍。他，但是，哎，我是不是等一下，我是不是哎，跟？又来了一个，Hello，Hello，Hello，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太好笑了。等一下哦，还有一个，等一下小菊，啊？等谁？哇，你瘦好多啊，胖了，在这家还减肥。胖？哈哈，你才瘦了好不好？我没有，开美颜了。等一下，我们这个直播是正规的还是什当么然是呀？正规的直播啊。随意直播吧。那大家都是要起个范儿还是怎么地啊？啊，不需要了，等一下，先等菊姐进来再说啊。他还有多哎，久？我这里怎么没有看到菊姐？他是不是？不会连啊！可能吧，我研究了1个小时，我在这边。但是包包的声音有点小哎。我的声音小吗？对，你那个什么，你有耳机吗？你要不戴上耳机？等会儿啊，我连下 WiFi，我连下蓝牙。包包是真的那么瘦了，还是你开了美颜啊？他是真的瘦了，我感觉。你都已经不是包包了，耶，哦，邀请哎，上好了麦，吗？我点了，邀请，哦，进来了，Hel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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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不见，哎呦，我这边好红啊，你们俩，等一下，等一下，调一下去，高度，哎。好，咖今天包包的出现是不是很让大家惊啡啊！哎呦，喜？好了，没有，感觉都是惊喜，是的，后面还会有惊喜。真的假的？Hello，Hello，听得到不？我这边卡不卡？不卡，挺可以好听的。到，可以听到。哎，好，我天声音最好。呐，好久不见，你们怎么变样了？哈哈哈。我说真的，我觉得你们好正式啊，显得我很那个，哪里正式？对啊，哪里正式了？不包包，是，你你是看，不是瘦了？小菊没，我真在胖了，你，就是肯定比聚的那个时候要瘦嘛，对不对？那时候天天吃啊。那个时候大家都不能吃，就你一个人能吃。对啊，只有我能吃，多开心！等一下啊，所哎，我以们人齐了，大家先打个招呼吧，打招对不呼跟谁对？打打招招呼？呼，Hello，大家好，Hello，大家好，我是王瑞昌，在上游里饰演的角色是大土路十一。Hello，大家好，我是胡一璇，在上游里面饰演的角色是夏小菊。哎，该我了吧来，？Hello，对你先。，Hello，大家好，我叫江卓君，在上游里面饰演邱乐桃。Hello，大家好，我叫林生一，在上游里面饰演包想象。哦，这哦是什么？好了，让我们正式开始了啊！今天包包的出现是不是很让大家感到意外呢？是的，是的，非常的意外，太意外了。
后面还会有一哎呀，半，还会有这不惊喜。大家都想着想让我回来嘛，所以我这不就来了。但也不能说太多，我怕说太多了就也不太好，对吧？就大家还是慢慢往下看嘛。那今天所以呢，这个主持的任务就交给包包了，好不好？是我今天带任务来的，我们的上游官方游游子今天让我来 Q 一下流程。然好的。后，这不大家也好久没见了吗？咱们要不先热个场，用热吗？不用吧，热咱了，热们这场么了。熟了，还热什么场啊？这样吧，那个咱先玩个小游戏吧，就是快问快答，就是我问了问题之后，大家要第一时间说出来那个答案啊，然后千万不要慢，然后最后先做个统计，后面有惩罚的啊。挺好了，那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来了。就是这部剧当中呢，我们谁的偶像包袱最重？成老，成老吗？对，这毋庸置疑啊？不是这个吗？对呀、啊，不是这个这个吗？是谁啊？对呀、啊，不这是是这你个啊？吗？这人这是是你我啊？大楚啊？啊，是啊，吗？我这边是你。我下面现在是包包，然后右边是乐啊，桃，右下角是小菊。我的左那就边不止是了，那大就直楚，接说吧。好，直接说名字好吧？我觉得是大楚，为什么呢？大楚啊，大楚，对因啊，为什为么？就是你说是剧里边角色还是本现实生活中的人呢？都可以，就是我们拍戏的这个过程当中都可以，就比如说在演戏的时候啊，或者说我们平时线下我们一块出去玩的时候，就综合那考肯定虑。是大楚呀。大土完全没有包袱，好吗？大嘴有包觉得袱，还大好嘴，吧，我觉得他还好吧。我的表情都那样了，都。你不其实就记得是，这个吗？这是什么？就你掰他那眼睛。对呀，是啊。我记得。哎呦，那个真的是，那个被他们做成了好多没，表情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所以，我有看到。那我现觉在得是是大明厨，朗两票，大土两票。那这就不好解决了呀。为什么？你俩都两票，我还想做个统计呢，对吧？我们没双事，那你可以你继还续没玩投票吧。呢？我投的大土。啊，你投大土啊？反他正俩我投觉得的是成他。朗，对，我观也觉众得朋是友们他。觉得是谁？看，他们都说大土，你看所有的弹幕都在说大土。好，那就是我，好不好？就是我。你看还有刷小菊的呢。笑菊，全网最土笑菊，哎，你有看什么资大格土说都偶说像大包袱？土好，这个王一昌首当其冲拿下了第一个 first blood。好，那我们谁在片场是养生达人呢？那肯定是我呀，小菊，对，小菊啊，对成朗呀、啊，也是胖吧？菊，诶，胖菊，大家说我胖菊，我现在瘦了，我不胖了，那都是小菊了，这么快吗？那谁的行事风格最像老干部？不光我们四个人啊，我们算上，程朗啊，然老干部后大家都还老好干吧？部，大家都还好呀。对呀、啊，没有谁像老干部。哎，我们在现场都没有用过热水杯吧？好像，小菊用过，你们有啊？那就我是不小是菊，有吗？他肯定用过。那就是那我们用这，那个用保温杯的，就是老干部，好不好？好，但是程我。朗也用过吧？啊？老干我说部。程朗好像也用过。程朗不在，他今天有工作，他不在。好，那就夏小菊两票。那谁是熬夜第一名呢？小菊，我觉得是我。小对，菊，是你，是这你。为我也什是，我么？觉得是为我。什么，大土？因为小菊是我们全剧全组所有的演职人员，包括工作人员在内，小菊是全组最辛苦的，没有之一。确实了，这个确实，这我个确觉得实。是，我觉得就除了工作人员以外，可能是啊。不啊，没有，我是合理的说啊，工作人员他们可以。就是也是辛苦，但是他们可以倒班休息。那你是没有休息时间。对，哎，你还记得我们那个后期拍那摄你后要这期么说的吗？话，那你要这么说，那最辛苦，那不应该是沙导吗？对呀，那不
沙导最辛苦，他每天都只睡了三四个小时。对，那这就是对加上导演，加上导演，我们现在不是在讨论演员组吗？是一个对啊，对对对对对对对，那就还是小菊吧，小菊。那我小菊，你刚要说什么？啊，我啊。嗯。我刚想说的是，就是，我记得我那次熬了就是三天三夜没睡觉那次，哦，睡了四个小时那次，我后来我闭上眼，因为我们当时都走了嘛，你们都全都走了，然后我当时我闭上眼睛我都睡不着了，就脑袋嗡。你说我们最后杀青那几天是吧？对对对，睡不着了那几天，后来觉得好恍惚啊。是的，我也有这种感觉。是不是？但是很开心啊，跟大家一起度过那个时间。嗯，是的。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啦，我们拍戏的时候谁最爱笑场啊？没有，我们都很专业，没有人笑场。我笑了，不是这个我怎么觉得是我呢？你笑场了吗？我怎么觉得我有笑场啊？就是你笑场都还好，但是我有一条是我笑场了，他还给我剪进去了。哪一场？你说的是哪个？就是那个吐血，黄军吐血，然后陆十一晕倒，然后哦，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那个室友。那播的时候，我那嘴就咧到咧到这儿了，直接给我剪。但是我觉得我拍戏的时候，因为我拍的都是搞笑的。我感觉每一场都在笑，但是包包，我看你们那场戏，就是你跟那个大佐下跪的那场戏，把我笑到了。然后还有邱乐桃说，就是对对，我给你发的那个表情包，就是他那场他也笑场了。邱乐桃，我给你发的那个表情包，你记得吗？我知道，那个台词是啥来着？还原一下好不好？什么？你们俩在干啥呢？什么求菩萨还是什么的来着？你俩在这拜菩萨呢还是什么啊？对对对对，那个表情包真的太好使了，我跟你说。好，那我们下一题啊，谁最会说土味情话？土味情话大家好像都不爱说吧？对，没有人说吧。哎，好像我们那个时候还真没什么人说啊。嗯，对，没有人，没有，就是我们工作的时候没有人，现在戏里会讲。哦，戏里只有大厨在讲。对，戏里只有我在讲。他一直在说土味情话。对。然后小菊还 get 不到。啊？小菊还 get 不到，小菊那个脑子还 get 不到，他就是个傻子，小菊就是个傻子。对，我看评论那个说那个年代还没有土味情话，是的，就是累一下。对对对。对。哎，你们知道吗？我最近看土味情话应该叫什么呀？土味情话应该叫、啊、我说那个年代的土味情话应该叫什么？嗯，叫出口成章妙语连珠，叫聪明。哎，真的，我最近看剧，我真的觉得看到所有的弹幕，真的觉得好好笑。但是弹幕现在不都是一直在催你们两个什么时候在一起吗？太默契了，我这无语。真的太默契了，嗯。当时拍的时候怎么没感觉这么默契啊？对，拍我也没感觉这么默契。不要这么说，不要这么说，不要这么说，不默契，我们一点都不默契好吗？你也默契，你都一直不表白好不好？不不不，我觉得我们这个戏它是比较贴，比较落地，比较真实的，因为没有说。谁和谁那么快就能马上在一起、嗯、这个是比较真实，大家对感情都很负责。是的是的，确实、嗯、不太会轻易的去接受。尤其是我们拍的时候是在我们戏里嘛，是在那个年代，那个年代其实对对对对，好快。对，那个年代其实相对来说跟现代人比起来会含蓄很多。对，而且就是就怎么说呢，那个大家可能都是90年代过来的啊，就比较懂啊。反正我现在看剧看弹幕的时候，我都觉得就是觉得还是觉得小菊很傻很默契。嗯，然后呢我们下一题了，谁的游戏段位最高呢？游戏的大土吧。哎，我记得你们仨都是打王者的。
对，对吧？因为我不怎么玩，我都打端游。王瑞昌，万年的干将莫邪，他只玩那个，特别的准，好吗？真的假的？说的我也想去尝试一下了。可以尝试一下，超准的。可以，哪天带我。好。那下一个团宠是谁呢？团宠。哈哈哈！怎么尴尬了呢？沙维奇。团宠，沙岛吧。沙岛吧。哎，这个我觉得可以啊，沙岛确实是团宠。沙岛是团宠，对。对，莎莎，也不是，主要是莎莎在这，你知道吗？下面显示他在这看，你不说他也不好意思，就必须。哦，是吗？哎，啊，沙岛在吗？他在这。沙岛评论一下，看不到你。他在哪里啊？要不要拉莎莎一起连麦、啊？那一起聊天、啊。他在。连个麦吧，莎莎。哎，连个麦吧，沙岛。哎，他在。我试试看啊，我试试看。他在。邀请上麦。他真的在，他在。别一连麦给导演吓跑了，真的是。他是不是现在在拍戏啊？哦，他拒绝了我的连麦邀请。他可能在拍戏。在工作，在工作。他应该在工作。在现场。都快被发现了。那好，那我们继续啦，下一个问题。啊、团七是谁？团七。嗯。团七是什么？刚才是团宠，现在是团七。没有，大家好像都很友好吧？非常和睦。我吗？谁欺负你啊？你一直在欺负我呀！你天天吃好吃的，你不要乱说好吗？我生活中有欺负过你吗？啊，生活中那倒是没有，在剧里那不是吗？那戏里那不是好朋友吗？啊、那我还欺负小菊呢？你这么说的话，小菊才是团七呢。对啊，哎，你承认你欺负我了呀、啊？对啊，没有，就是。对呀、啊，好，可以了，到这儿就结束了。可以了，啊、可以了。可以。那这个算谁呢？这个算小菊好吗？算小菊啊。那一共你都把我薅出了，还欺负我？你的发量那么多。可是我怕上游那个戏，我觉得我的就是头顶都秃了。哦，真的吗？那我给你出钱植发好吗？可以，我同意。太贵了。没有关系。可以。大家截图啊，大家赶紧录屏啊，快点，大家赶紧录屏。好。但不是说植发很痛吗？什么呀？你们在干什么？都偏题了，能不能？跑题了好吗？好，拉回来。好，我们今天的快问快答结束了。我们一共九个问题呢，大土是三票，小菊是四票。然后秋洛桃是一票，沙岛一票，所以我们今天的 MVP 呢就是夏小菊同学。那这个环节呢，我再送一个附赠环节。怎么觉得惩罚就是？怎么觉得赢了也不太好呢？有种不祥的预感。对吗？就是真心话还是大冒险？你选一个吧。又来？又来这个、啊。这样，我先给你提前剧透一下。真心话呢，就是要爆料一个从来没有曝光过的我们在片场的一种比较搞笑的那种爆料啊什么的，什么都可以。然后如果你要选大冒险的话，就是在这里鬼脸三连拍。那我真心话，我这个人是很有偶像包袱的，我。哎呦，有贺啊！平时咋没看出来呢？怎么着，全网最土就不能有点偶像包袱？可以。那好，那你就爆料一个吧。大土，我决定把这个机会让给你。啊？为什么？你获胜了呀？我获胜了，我让给你啊。我决定爆料，爆什么料呢？就是最搞笑的，就是、我们一个人说一个，好不好？啊，什么的都可以。最搞笑的，就我过去太久了，或者说。哪个片场你感觉很不容易或者很感动啊，什么都可以，就是我们花絮没有播出来的那些。想不起来就算了吧，你大冒险吧，真的。真的。我不，我就是真心话，我这个人很执着。哎。哎呦。
弹幕就说炸是屁股，炸屁股，我看到弹幕说炸屁股。小菊没胖，我刚看到弹幕说。哎，你知道那个薯片吻吗？我不知道你们当时怎么拍的，结果我那天看的时候，快给我恶心死了，那个薯片吻。我就倒霉倒霉，你不知道你们看了没？看没看？好像是点播吧，我花钱了。到现在为止，我真没看，我真没看到薯片文是什么。没有那一段，那一段，哎，我们可以讲这个吗？那段是，那段是应该不可以讲吧？是不是在剧透啊？倒霉啊！那对，那不可以，那不可以。倒霉倒霉。那我们可以聊聊炸屁股吗？其实大家应该蛮感兴趣的。炸屁股，我印象当中好像那个鞭炮是真的炸，我记得。对，那个我之前做过很多次，那个就是手卷的炮，就是那种嗯乡下的那种报纸卷的炮，就真的会炸。哦，我知道那个，就是那两个夹在一起的那个，是不是？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不知道那个炮可能当时是组里自己做的，应该是买不到那种东西。哎，当时是不是屁股里面垫了？铁板。垫了铁板的吧？嗯，要多痛啊！这个不好笑，这个真的不好笑。我觉得有好笑的吗？我们有好笑的吗？就刚才我记得那个淘淘刚刚说黄军吐血的那个挺好笑的，那个真的确实挺好笑的。你知道那一场，就我还记得那一场，就是拍到，因为一开始机位切的是我跟黄军，然后没有拍到你们两个，你们两个就在我面前一直笑哦，笑的都整个人都在那颤。那个不算笑场啊，那个我们没有在镜头里，就不是我们没有在镜头面前笑场，不是笑场啊。对呀，我没有说你们是笑场啊，我就说这是一个趣事吗？不是吗？只有我是笑场，因为我被拍到了。没有，为什么用那条？是因为那个衣服只有一套，没有备份，他吐完了，你没有办法再来第二遍了。那真的很难忍住啊，确实就是很好笑啊。我记得我到后面跟那个黄俊，我俩只要一有对手戏，我就不敢看他，我就不敢看他的眼睛，因为我一看他我就想笑场，所以到后面我都简直就是忍。谭泉在现场应该还蛮搞笑的，我记得。嗯，我看评论有人说，有人问那个大蒜汁是真的吗？看起来很真，对不对？对，其实它是桃子汁。如果我真的喝大蒜汁的话，哇，现场应该没有人会跟我讲话吧。就是桃子，那个桃子，然后兑点水，然后打碎掉，但是注意加水不能加太多，就是它那个是的，很像，而且它还要，而且那个桃子是还要放置一段时间，它才那个颜色才能变成那种大蒜的那种，对，让它氧化一下，你知道吗？对对对对对，就很难喝，也不也没有糖啊那种感觉，我以为是真的桃子汁，你知道吗？会很难喝吗？我尝过一次，还好。还是蛮难喝的，因为它就是白水兑的那个桃子汁，而且有点氧化的那种，然后没有糖。好，那我们进入我们的第二趴了。嗯。我们的第二趴叫做初印象 VS 现印象，就是我们片场的所有演员里面啊，包括今天不在的陈柏豪、倩迪、谭泉，第一印象就是和你现在的印象，就是给大家反差最大的是谁？然后反差最小的又是谁？反差最大。我们一个一个来吧，或者说谁想好了谁说。反差最大的我觉得是乐淘吧。对吧？你们认同吗？他有啥反差？他不都前后都一个样吗？一直那样疯疯癫癫。不是。对啊，一直都那样疯疯癫癫。我说的是我的第一印象，好吧？就是反正这反差蛮大的。就我第一次见我的时候，觉得我贼拽，哇塞，这个女的怎么那么拽啊？就第一次见乐淘的时候，觉得你才是陆十一，好吗？对。熟了以后发现我是个神经病。你自己说的啊，我可没说。不，我觉得是这样子。我觉得我第一次看见淘淘的时候，我觉得他看起来就是比较就是，谁都不敢欺负他的那种女孩，但其实他内心还是挺脆弱的，还是挺善良、挺小女生的。哟呵，搁这圆呢。哦，没圆，我说的是实话，他就是这样。可能我比较了解他吧。对对，小菊说的特别对，他就是吧。我就是这样。对啊，他就是这样疯疯癫癫的。但我觉得反差最大的是黄仁昌。
为什么？因为我印象贼深刻，咱刚见面的时候，那时候咱还在围读呢，我感觉你贼高了，然后主要是你那个时候在减肥，你什么都不吃，然后啊，我不在增快乐，是胖，的。我前面全是吃的，然后咱出去吃饭你也不吃，都吃那个减脂的啊什么的，我感觉好高了嘛，大家吃也吃不到一块儿，聊也聊不到一块儿，然后结果拍了两天，好嘞，妥了，这东北话。那东北话太洗脑了，我的天呀！他太洗脑了，他真的，他拍戏的时候其实还好，他一拍完，咱在一块唠嗑啥的，出去，哇，他那个东北味儿太重了，我都怀疑我是假的东北人，太你是习惯东了，北觉的呀？得。对，我是东北的，然后他不是东北的，他河北的嘛，我记得是吧？保定，我记得好像是。对。然后我就觉得他那个味儿比我还重，就比你更像本地人是吗？对，那带着啊，带着就出来了嘛。那你看看你这一块是不是？哪里啊？那小菊觉得是谁呀、啊？我觉得，我觉得是王仁昌吧。为啥因为呢？第一眼见他，就感觉他这个人又就是特别高冷，就是感觉不好接近的那种，说话都是好像不敢跟他说话的那种，就觉得特别高冷。心想，妈呀，跟他演戏3个月，天呐，这3个月这咋办呀？就，然后但是呢，发现接触之后还是就是话贼多，一天到没有，我就是晚。脸臭，就是长得脸臭而已。不是，因为你还好瘦，吧，对你太真的吗？瘦了，我现在还瘦吗？现在不瘦了吧？瘦，我感觉瘦你把我呀，手你们脱都挺相了，瘦的，没，我是全是肉，我也想两边有点肉，但我两边不长肉，我还想你要多两少边没有点肉，凡尔赛了，说真的，不是是因为的，哎我，呀。好吧，每个人的脸型不一样，好吧。那王仁该淘昌淘觉说得是了，谁啊？淘淘还没说是吧？是啊，对，吗？淘淘没说，王仁昌说了。我也觉得是王瑞成，所以可以直接哇过。哦，满了，好吗？那这是反差最大，那反差最小呢？成了，他小，不是，他反差小吗？朗哥戏里什么样，戏外就什么样啊。啊，没确实啥，但也确实啊，确实，没这啥个太确大的实，区别。对，啊，是，但是不能拿戏里来讲吧？不，但是好，陈朗真的是，你第一次见他的时候，他就很热情、很开朗，然后很对对活泼、对阳光，对，然是后的，但就是他到最后也这个样子，就是很他现在不好，一直都是这样，朗哥没什么变化，他就很好，会让人对，觉得很温暖。而且，就我想说一点是啥呢？你们都在减肥，每次一回去吧，你们所有人都不吃饭，只有他跟我吃饭，我当时感觉巨开心，因为成了朗哥啥，他干吃不胖，对，他天天跟我一块儿吃，他也不胖。我们也吃，你忘了吗？我们去那个猪肚鸡，经哇，常好多啊！我晚上楼很下那晚个下猪班，肚然后我们鸡，对偶尔去还有那那两个后来开的那个叫什么了？姑那个娘，还蛮好吃的，旁边那辣家子湘姑菜娘。馆是吧？对姑娘对对，江中军，你是去了外太空吗？你怎么讲话我们都听不到？是你卡哎，了吧？可以了。厨娘啊，那个厨娘什么玩意儿？厨娘当家。厨娘当时真的巨好跑题吃，了，跑题了，各位，跑题了。跑题了，我们是来宣传剧的，跑题各了，跑题位。了。好，那大家都认为是程朗吗？对，成了。别，咱别想，光咱四个啊，还有另外三个人呢。我们说了成朗了呀，对啊，那还有另外两个呢？还有另外2个跟这个问题不符合呀，这个 问我题不不想是去。回答最。这个问题不是要回答是最没有反差的吗？是。要选出一个最吗？对，最好选完了。那就嗨，成朗吧。完了，对呀。被教育了。甜甜挨欺负，真的是。
那好，那这一趴我们过了，那我们就第三趴了，就是我们想办法替我们的失忆同学去表白。嗯，这一趴有意思了，就是因为我们平时嘛，我们也都跟着我们的所有的观众一起追剧，然后也看弹幕呢，知道大家就特别关心我们的小菊和失忆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在一起。然后所以啊，我们的官博昨天就在粉丝的留言啊。就投稿，我们四个人一人选了一个，然后看看大家都喜欢以什么样的方式是最适合大土和小菊的。好，就我们一人都选好了吧，对不对？啊，嗯，选首好，先呢，在哪选？啊你们没选啊，你们没选吗？吗？那这是由我们两个来干吗？别闹，真的没有选吗？那有可能不是他们俩，有可能他们两个真的不选吧？他们当事人选什么选？对，也是哈。这对，那你们那是有什么？那你们讲出来，我们来选，好不好？不是，我已经那选我了。这太多了，来，我给你找一找。就那我先说吧，我选了一个，就是其实都是你们就是剧的粉丝，然后他们说出来的嘛，然后我觉得有一个巨好笑，嗯。好的，怎么还说上英文了呢？等一下，墙上学的，这不是墙上背着我去学的，这当个，时你不是这样的呀，你说的都是四川话呀。哎呀，你不要抛弃了，不要慌，就是来的这样嘛，的，来的嘛。就是那个。紫菜岛吴公子，嗯。他说，就是他发了很多感叹号，因为我觉得他这个很好笑。他说的是，大嗯。腿直接 A 上去了，不要管那么多，少说话，多做事。但凡你是个哑巴，这句也不会播那么久。继续往死里给小菊，时间会给你答案，让小菊觉得你是个成熟可靠的男人，而不是兄弟，你就基本上成功了。然后他最后一句特别好笑，祝你们两个儿女双全。好笑。你这是按什么角度选的呢？这是属于暴躁派的吧？对啊，就他发了很多感叹号，我嗯，觉得就是我深刻的体会到了这个人的就是急迫的心情，他想要看到你们两个儿女双全。但是我是站在兄弟角度选我的，都好想剧我透啊！选的算是，了算了算了，我不想剧透讲，不剧透，算了，我们就不说那话你刚吧。才那个 ID 念了吧？什么啊，蒋若君，ID 念了，我对。ID 念了。念了，这样我们会本来是原计划是选出来四个，然后这四个 ID 呢，我们会每个人送一份礼品，是这还是样的。但是现在呢，就是我也可说以选只是有你选吧？了一个，我选了一个，你们两个还没有选。那你们两个没有选的话，那我等会儿可以从我这里再选两个，还是说我把稿子发给你们，你俩看一下？他不是就这样，我们就可以有趣一点嘛，就让他们说一个数字嘛，这一共有多少个人嘛？哎，可以哎，可以哎，可以哎。你等一会共儿啊，有我六找十一五下那个个，稿一子。共有65个，你们俩一人说一对，个我数。记得一共有60多个。然后六我十想五，说，我选的那个，一我人，选的那个 ID 叫做"吾日三省吾身"呐。他这个吧，就是他他原选。话就是，就直接上吧，直接求好了。小菊那个脑子啊，一转弯啥都听不懂。没了。没了，就是简短嘛，就直接求嘛，求婚嘛，爱干嘛？谈什么恋爱，直接结婚不好吗？这哎，一句没有，我知道了，我知道了。那我是不是可以选了？可以啊，你可先以啊，可以你啊。直接你说一个数字，然后我就说嘛，给你念。哎，你那个稿子，你那里有吗？我有全部65个人一共。好，那我说你数字，你来选好不好，OK，好。你说数字，我给你念。10。Let me see。啊，这个很简单，这个 ID 叫这是少哪女，里学的英文啊？新的，这什么什么什么？再说一遍，就我要卡打岔，这个人的名 ID 叫少女只对心动，然后说的是打直球 YYDS 陆十一，你给我勇敢一点，直接告诉他行不行？感叹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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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嘴欠说谎话了，感叹号感叹号感叹号。这也是比来，较我们暴十躁。一同学再选一个。那我选61吧。61，我们好会，61好像最后一个，找到了，是吧？
不是65最后一个吗？61哦，是65最后一个。61是他的 ID 是运运爱逸轩，哦，是逸轩的粉丝哎，61是逸轩，然后他说的是第一送女孩子有意义的礼物，比如说自己亲手做了贺卡，自己做了陶瓷娃娃。第二，带小菊吃牛排或鸡排。第三，跟小菊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比如放风筝、旅游、做公益。做公益。第做四，公益，表白的时候表明自己的意思，让你大胆一点，给小菊 surprise。然后第五，送一朵桂花。然后最后，别紧张，自信一点。然后祝大土表白成功，小菊别害羞啊。就这样，还这个发了好长吗？个呜呜的表情，还发了个哇！呜呜的表情，就是呜的表情。哇，我这粉丝他挺正能量啊，写的这么详细，还特别操好。碎了心啊。但是这个旅游会有的，什么？旅游这个会，不能剧透啊！不哎，是我别们别说太多，别说太多嘛，旅游会有的，没了，就告诉啊，大会有家，的，就会是有花的，钱去看剧。也不一定吧，看看大家的能力，好吧，就看就好了，是的，是的，不哎，用花钱我也记可得以，最你可后。以等到这个更新，对，哎，我记得最后一条特别有意思，那个陶导你看一下，我记得最后一条好像是一个数学题，抛物线，哦，对，他，你们能够看见说吗？什么小菊看不懂还是什么，啊，在因他为，没有给我看之前，我都已经开始皱眉了。看到吗？他做的因就是为，这个对 X 对对，加，镜像的，他看的是镜像的，反正就是哦。他画了一个，就是这应该是数学函数吧，然后有一个那个叫什么，哎，什么什么什么，有，哎，那叫什么来因着？为在剧里，你的学习不是太好，就是不是，这怎么说呢？就是，哎，我毕不竟允倒许你数这第样说二小嘛，对菊。不对？对哎，吗？起你的码是成跟绩我也没说有的。很好啊。大嗨，土可以看懂啊，大土都一直给小菊辅导数学呀。真幸福，谁给我辅导啊？我辅导的时候都我是听你辅导过这。吗？辅导过呀，那不都是这个吗？我辅导小菊也是这样子的。是，又看到我已吗？经他看辅导到我了，了我是看到吗？官博发了，我看到那段了，啊，那那段个还蛮挺有搞意笑思的。的。你是猪那吗？就是，哈哈哈，那句话也很那我搞就接着 Q 流笑，哎，程我啦，打你，这是咋带呀？咋带呀？你什带么进什去么？不就完了吗？咋咋带？不就那带么呀？带吗？咋带？咋带嘛？咋带来着？x 等于多少来着？凡书马冬梅，何出马什么梅？哈哈，嗨呀，底下都在问，但是就是什么问你们两个在没在一起啊？大图有没有出国啊？我们也不好说太多，对不对？毕竟不方便。我觉得可以跟大家讲，就是可以放心看，就是治好的，对，就我这样。觉得也蛮好的。因为太多，我们确实是讲的话会被追责，所以就就会告诉大家，就是可以继续往后看，是好的，是这样。好，那就是刚才我们念的那四个 ID，我记得是多少了？10，61，还有我那个是49，乐淘那个是多少？我看一下，稍等，我那个啊，是，那这样吧，你把那三个 ID 都念一下，然后我们总结一下。耶，小胡不在了，就是那我的那个 ID 是紫菜岛吴公子，然后其他的你们选的那个不就是10，然后61，然后还有一个是你的那个呗。好，那就让我们的官方后面再去统计吧。哦，哇哦，你好好，专业哟，好等不一容易下，我啊，刚刚是不别，是被卡出去了？是的，是你刚才那卡出边去是了。你离开了。我刚刚说到，我说希望大家不要对小菊失望这句话的时候就被卡出去了，大家好不会对难你过。失没事，大家不会对你失望的。是的。没有，你知道，啊，宝贝，那你我们。不要这样想。为你想，你像那些弹幕为什么会就是说这些对小菊失望或者怎么样，就只是说你演得太好了，太有代入感了，大家都相信了，都
真的相信夏侯惧就是一个那么蠢的人了，你知道吗？所以没有关系，嗯，在肯定你的演技，知道吗？不要害怕。夏侯惧是那么蠢的人，就是因为你演的太好了，真的，宝贝。好的，嗯，你夸了等于没夸。我真觉得演的挺好的，你有几场那个哭戏都哭到我心都碎了，你知道吗？他一哭我就想打他，谁呀、夏侯菊啊，一听到啊？哎，我哭，夏侯我菊想嘛，那没哭。有办法嘛。那你对吧？那你看十一，他有些时候不是你们两个出去，十一想要表白，然后我跟你讲，我觉得我说实话，就有一说，我觉得王伟昌好会啊，就是他总是会，就是说他演技好嘛，他总是会在就是你看不见的地方，但是镜头能够拍到他的地方，他的眼神会瞬间的，散发出一些落寞啊，或者说一些别脸的表现，就超赞，你知道吗？嗯，谢谢陶姐的夸奖，这是一波，其实吧，陶姐在等着你们夸回去。啊，不用不用，我自己是 怎我们么样？陶姐的，我们陶姐的戏也很好啊，有几场戏，就是那场跟黄俊分手的那场，就是你拿包砸他的那场。干嘛？你咋了？你身体不舒服啊？不是，我是想说，我什么样，我心里有数，大家就可以跳过这盘。我只是想活跃一下。啊，好，为什么要跳过？好嘞，这好嘞，好跳过为去，什么要这跳个过？要求正还不视自简己单。的优点，怎么了？对啊，不要跳过，不要害羞，好吗？对啊，有什么好害大家羞的？都是熟人，没关系的，不用害羞。私底下怎么夸的，这可以拿到上面怎么夸，真的没有关哎，我系。们私底下真的，大家就是我觉得很感动，大家都在鼓励我那段时间，好感动的。好吧，那你们夸吧，我准备好听了，洗耳恭听，夸吧。我们下一个问题对，吧。下一个，好，我们进入下一个问题，下一趴叫做剧中我最喜欢的音乐，这个环节呢，就是我们聊一聊音乐，因为我们沙导嘛特别喜欢音乐，然后你也知道我嗯。们这个剧中用了很多的音乐，然后也特别受观众的喜欢，然后也都特别的火，然后接下来呢，就我们每个人选一首就是在这个剧中我们最喜欢的音乐，然后大家说一说为什么喜欢它的原因。如果说是能唱几句最好了啊，嗯，怎么了？一说到能唱歌，大家全部，怎么唱歌都这样？哎，咱们几个里面五音不全的是我，好不好？你还行，你还行，你还行还啊？行啥？你忘不忘在海边唱的那首歌？我跟你说，就是因为有绝对音感的人，才能把调跑成那个样子。不是那个原先唱的是没有那样，那都是后期我在那儿，就是我一直在棚里就改啊改啊改。说能把正常的调能唱成那个能唱成那样子，也是一种本事，真的。其实我最喜欢的里面的歌我都非常喜欢，我觉得好有特色呀。嗯，当然我最喜欢的是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但是呢，其他的歌我也很喜欢，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考大学的那会儿，那个歌好好听啊。那个歌一出来的上时大候，我学，整，哎，上对，大上学大吧，学，大我学。不知道观众喜不喜欢，我觉得应该挺喜欢的。那瑞昌呢？瑞昌最喜欢哪个？哇，那我最喜欢哪个？我就不按稿子说了啊，我真的是，随意嘛，随意嘛。我喜欢。你还有稿子呢？你有稿子啊？就是什么？你有稿子？台本，不要你装了，实在一点，好不好？没有，我最喜欢那个十一跟小菊表白，就是他们那首战歌，就那首是，歌叫什么来着？那个歌也好好听的。对，我查一下那首歌叫什么来着？我也查一下。哎，稍等啊。是一个男的唱的还是女的唱的？表应该白是，的那个，我看一看啊，在30还是29来着？是29吧，应该是。我看看，就是要这这个样吗？算了吗？还是能什听一么？下是这个吗？你听一下是这个吗？是这个吗？是这个吗？
能够明白你快乐不同。是这个吗？好像不是。应该不是。不是这个。是这个吗？在火锅店的，我上毛了。什么？火锅店那一场？火锅店，我不知道你们用的是哪一首。哎呀，沙岛在不在啊？这时候想沙岛了。火锅店叫什么名字啊？我在找。火锅店是哪一场来着？嗯，应该是这个吧，那就是这个反方向流浪，这个是不是这个？啊，对，啊，是这个，哦，是反方向流浪吧？嗯。你现在要听吗？可以放一下吗？可以放一下，或者你跟着唱两句。哎，我还喜欢那首，就是小菊和大土，就是他们俩就一起去旅游的时候有吃饼啊，然后。拿那个面粉撒的时候，就一起玩的时候，哦、每次一起玩的时候，就那个战歌就出来了，然后那个歌特别的青春，特别好听。对，我知道那个，然后对这个不是十一说他喜欢这首歌吗？那他就让十一唱一下呗。不你看下面的评论全都说让你唱一个。但我真的不会。没事，你要不你放，我们大家一起跟着唱吧。你放个伴奏，我们可以跟着你一起吗？不是跟着我只是觉得好听。你放个伴奏，我们可以跟你一起唱。嘿，我真的不会唱，我的天哪，你没有这一趴的，我看看啊，烦啊。什么没有这一趴？他意思是说台本没有这一趴。不是，我真的我只是单纯的觉得这首歌好听，我没有去学它。没关系，我们可以好，不要怕。那这样大家都在 Q 天上飞是啥意思啊？我们没有这个剧情啊，我们没有人飞上天啊。没有，天上飞是一首 rap， 然后是我昨天前两天录。哦，你放那个抖音是不是？我刷到了，我还点赞了，唱的蛮好的，什么呜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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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酷什么那个是不是、啊？真的还。怎么被你唱出来都不是像 rap 那样子。哦，我知道是哪个了，是那个哥哥里面的那个是吧？对。哦，那个蛮好听的。他唱的蛮好听的。我要唱那个吗？哎，可以啊，可以啊。也唱一首你觉得自己拿得出手的，反正该表达的，该就是该安利的剧里的歌你也说了，你可以唱别的。啊，好，那我来搜一下歌词啊。哎呦，你俩啊，行啊，平时就这样，现在还这样。要你管，美女的事情少管。就是。送你个白眼。举手，晃动。一起来 ，Nelly bounce， 关闭老板喝不醉，每天都在天上飞，举手晃动。一起来 ，Nelly bounce， 关闭老板喝不醉，每天都在。哦，哥们拦不住，天赋加努力造就我的 boom， 但我说酷，每年环绕在我 room， 到摄氏度 50 you better move。没时间停下休息，给你钱然后弄。谁犯贱让我受腻，一个大嘴巴子就当给你买礼物，独在乎是我歹毒，然后全是骸骨，钱能拉得着期待，我不在乎 sky moon， 当你猜路想把我排除， guess who back to get fun of my own、哦、可以了可以扣出来一座巴比城堡了都、哎、没有挺好听的嗯，真的帅，因为我记得当时拍戏的时候，你好像就比较喜欢这些，就是说唱啊什么的，嗯，然后不像我们喜欢的都是一些什么，羞答答的玫瑰，我们都是喜欢这些，然后你就完全跟我们完全不一样。没有，我听的歌都比较窄。啊？我记得当时不是我听的歌比较吵。我记得你当时在拍戏的时候有玩一个那个叫什么了？
就是一个很小很小的那个，很小很小的是吗？就是拨片的那个弹的啊乐器，那个手琴是吗？卡林巴琴啊，对对对，那是啊，对对对、嗯，我当时觉得那个还蛮有意思的，没学会，哎，我记得当时都弹出来了呀，对，就只能弹那么一段。然后后来我把它送给别人了，嗨，早知道给我呀，逗你玩。啊，我记得当时小菊也有，就是练，每天都在练吉他，对吧？对，他弹。我记得当时没事儿就在那儿抱个吉他，在那儿弹弹弹。现在也弹的不好呀，但还可以。可以啦。我看有个花絮，你还在那儿教十一在那儿弹琴。是我真的，我在我那个吉他就那一句，就是小菊教的我。哪一句啊？莫名，我就啊，对啊，那个是我教的你，明明是我教的你，你在剧里面还给我搞得好像很会的样子。一开始先来几个音，然后哇，我当时已经都看呆了，我说他怎么会啊？谁教他的呀？其实后面陆陆续续唱的那首歌真的蛮好听的。哎，你们知道吗？我昨天才知道，我们那个小剧场可能在下周就会放出来了，就是之前拍的那个小剧场，下周应该就会放出来了。嗯，我都忘了小剧场这回事儿了，你不说，我也忘了，他不说我都想不起来了。小剧场差不多得有个20多场吧，差不多30场，有这么多，这么多啊！小剧场可好玩了，希望大家期待哦。啊、是小剧场是真的好玩，小剧场很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啊，那个，对对对对，那个不是已经放过了吗？没有，他那个那个没有，那个没有。初中的时候，没有，我知道那个是他们后台的好像有一个什么出现点问题，然后不小心放出去了。还有那个什么小菊喝蒜汁那一块儿。那个。喝蒜汁怎么了？花钱吗？啊、吃包子那个你还记得吗？哦，对对对，啊、我记得，对，吃包子的那个，吃包子那个真的，哎呦，我真的把我吃的那个，对包子都产生阴影了都。后来好长一段时间我都不吃包子，我每天早餐我都吃肠粉了。后来，我好多次肠粉，我都跟着你一起吃。啊，我吃了，真的是他每天都在点肠粉，2个月的肠粉。真的基本每天都在，我听起来怪怪的。为啥？没有，肠粉是我粉丝的名字，你们说天天吃肠粉。哦呦。那你还喝薏仁水呢？你还喝薏仁水？那你还喝薏仁水呢？我粉丝的名字叫薏仁。那个好甜哦，磕到了。磕不，哎呦。这鸡皮站稳了吗？哎，但是那就是我想问一下，那个小剧场它播出来的话，小剧场还要花钱吗？我你问我，我们也不知道呀。我真的花太多钱了。免费啊！我要说了算，我肯定免费啊。但我不具体不知道这个人家最后是怎么往外放，以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往外放。但是肯定应该是差不多下周这样子就会放出来了。那么呼吁免费，呼吁免费，太贵了，呼吁免费，呼吁免费，可不。现在换位置花了多少钱了？就每一次节目花钱了。十二级开始还是16级开始的？反正我花30多40多了吧，50-60可能得有吧。反正就每一直在花钱的人。对，一直在花。四吧，应该是。54，你看，54。我们就是我们这一帮人都是一有超点，赶上在早上应该就全部就解掉。但是这样等一个星期就很难受。对对对。确实，哎呀，那最后一个环节吧，就是我们唱一首那个比较洗脑的那首歌《上大学》，好不好？放音乐。对，可以放音乐，然后大家一起唱嘛。因为我觉得这首歌还真的蛮好听的，而且特洗脑，你们没感觉吗？那你放回来。还是说让我放？其实我还挺想听陶陶唱那个《喜欢你的》，因为在里面真的好好好那个呀。
哎，可以啊，然后那就让他先来一个嘛。嗯，桃姐先快点，嗯，好吧，快，大家都同意他唱的举手。啊、什么？你们说什么？没听见，卡了。你唱歌唱那个喜欢你。什么？让你唱歌。唱喜欢你。什么东西？你是猪。什么？你是猪。是猪。你是猪。Georgian Paul。你们在说什么呀？我们说你是猪，你头发没有了。哎，你后面有东西。蒋仁杰，你后面有东西。你快唱吧，快唱吧，后面有东西。我刚刚都天上飞了，你也唱一下，快快快快。我唱巨难听，确定吗？我真的觉得我一唱的话，对你们对这个来说就是一种煎熬，你知道吗？没有关系，我唱的也很难听，我刚刚都拉成什么样了？你快唱吧。啊！我不要。你不张嘴，我们不停。不行，你给我等着，回去。唱吧，唱吧，唱吧。张卓君刚刚给我私发消息，他说他真的快不行了，他觉得他嘴巴都已经咧到耳朵后面去了，他忍不住笑了。他说，哈哈哈，笑了，嘿嘿。你们还有时间发信息的？是啊。嗯。我把我们两个人发了。来来来来来来，嗯，在直播。真的是。什么东西啊？发信息。哎呀，姐妹之间的悄悄话嘛，对不对？对啊、兄弟之间也有悄悄话嘛。来吧，快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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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在等你呢。细雨带风湿透黄昏的街道，我炽热心声眼眸故地用梦蒙下孤单的晚灯，是那伤感的记忆。再次放起心里无数的思念，如片刻冰闪凝过在脸上。可不可以啊？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不能断节目。啊，可以，很好，很可爱，可唱。啊，我就不了吧，我都这样了，我还唱？不行，今天我们一视同仁，好吗？大家都要唱。同仁，可以，我觉得可以。那小菊，小菊，我给你一个亲亲。嗯。小菊，我们上大学吧。又串线了，再来啊。干什么？现在干什么？小菊唱啊。唱啊！该我唱。对啊，你刚刚不是，先唱吧，好不好？我一定唱。我没有什么唱的。不是，因为真的没有。包包的水平，他可以放在压轴唱的。对对对。对，包包的水平是。我想做足够压轴。好。我想走了。你不想？但是我得放首歌哈。啊，你放。我现在想我朗哥了。哎，秋子堂，你帮我放吧，我这个好像放不了。你要听什么？你知道我在等你吗？我就唱这首歌。我知道你在等我。嗯。哎，其实这个可以啊，嗯、这个可以。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但会不会有延迟啊？谁唱的这是？你要听谁唱的？稍微的温柔一点。我。对不起。哎，放上了是不是？是要听谁唱的呀？你知道我在等你吗？洪亮，那只能这我只能做到他放的。哦，我放了，能听见吗？我们一起唱好不好？对啊，大土都在 Q 你呢，让你跟着一起。大家一起吧。
爱上了你，想见到你那一天起，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你就会让无情的夜陪我度过。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如果真的在乎我，就会让我所有的手在风中颤抖。耶！我觉得我的二 G 网在冲浪。好卡哦！还卡不卡吗？我觉得不卡呀，我听得清。刚刚是有一点点卡，有点卡，就有延迟嘛。所以大兔，你是唱出声音了还是没有唱出来啊？我看见你嘴巴一直在动。我好像是没有出声音吧。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我一出声音，这个可能会卡帧，画面会卡，然后音频会卡。是的。包包唱。我真不会唱，主要是。没关系，我们陪你一起唱。我太跑了，那我们就上大学吧，好不好？然后我们最后唱完，我们就安定了。你在看这表情包吗？可不可以？来，可以。上大学吧，一起。然后我们直接从高潮开始啦。我放了啊。好。我不对，不是这个。Sorry， 开始了啊！好大学，大学，没有歌词啊！上了大学。哎呀，不对啊，这不要，不这 ，sorry， 反的。集体假唱现场。哎，主要是这太难唱了，而且我本来唱歌就不好。我也觉得 OK 了，因为谁都不会唱。你还唱一首歌呢，宝宝。我刚才唱了。你没有唱，你没有唱。我唱了两句呢。唱了。你没有唱。我没有唱，真的没有唱。我们没有听到，对不对？你们听到了吗？对，我没有听到。我也没有听到。我是真不会呀、啊。你展现一个别的才艺好不好？就今天我们大家都展示了小的展示了一下自己的演好才艺、嗯，对你也要展示一下，好不好？我想想啊，主要我还真没啥才艺，给大家翻个白眼吧。哇哦！哇哦，你这个笑话真好笑呢。哇哦！哎呦，我是真不会啥，那你看你们也没展示啥呀，对不对？那你这样吧，唱歌了呀。那我们都唱歌了，那你这样吧，你就做刚刚小菊做的那个什么大冒险吧，什么表情包那个。可以，来三连拍，是吧？可以。一个，然后。两个，你觉得不丑？我也觉得不丑，然后觉得贼帅。哎呀，算了，那我给你们唱吧，我疯了。这么一看，你才是组里包袱最重的。
对呀、啊。我没有。是啊。我都这样了，我随意，我是真没有表情，我是真一点包袱都没有的。包包没有包袱，我作证，他一点包袱都没有，他就是不愿意唱歌。我是真不爱唱歌，因为我唱歌是真的跑调，要不我就唱剧里的那首吧。快点，超时了，就是、超时了，就是、超时了，确实，就是在海边唱的那首歌叫什么来着？我的未来不是梦。好。未来不是梦，我认真背过每一分钟。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梦往在动。我的心还不是梦，每一分钟。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可以了，就是想让大家知道一下，就是纯原唱，耶、yeah, ！想让大家知道一下，包包唱歌很好听，一点调都没跑。是的，这就是我们压轴的水平，真的可以。哎，太难了，太难了。嗯，好，那我们今天就结束到这里吧。好，然后就是马上都要开学了嘛，然后就希望大家给。马上要开学或者说刚入大学的小伙伴们送上一句祝福。嗯。嗯，谁先？祝福的话，因为马上也要开学了，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可以过好自己的生活，好好学习，按时吃饭，可以继续支持我们的上游，可以喜欢上游里的我们。该我了哈。马上开学了，希望大家，即将上学的小伙伴们，然后能够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度过大学四年，然后呢，也勇敢的去表达自己，然后不要害怕，这个世界上总有人会爱着你。哎呦，哎呦，哎呦，嗯，你说完了吗？啊，哦。啊，没说完，没说完。然后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我们的上游，也希望大家能够，就是爱我们每一个人。谢谢。没了。嗯。哦，然后跟我说，就是马上开学了，然后祝你们，吃嘛嘛香。然后吃得好，睡得饱，然后什么什么爱什么感情啊，什么学业啊，双丰收，反正就快乐就好了，快乐幸福每一天。然后就是上游吧，他确实这个点播又花了点钱，但也是小钱，大家就继续花着走吧，反正结果是特别好的，就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然后多看看一下，弹幕刷起来 ，OK， it's OK， 拜拜。然后到我了，你们之前都在说很好的话，那我说点不一样的话。马上要开学了，大家的暑假作业写完了吗？没写完的话就要抓紧了。然后也祝即将上大学的各位呢，在大学能有一个美好的大学生活，大学的四年是很快乐，祝大家能收获爱情，学业能步步高升，然后也祝大家能每天都越来越开心，然后最后呢，能祝我们的上游播得越来越好。怎么说呢？就看到好多大家说要弃剧了，你们两个怎么还没在一起？就大家再忍一忍，快了嘛，就对吧？后面有惊喜。都是小菊，都是小菊的问题，都是小菊的错。小菊敢在这儿保证，然后就是他一定会牵起那个对的人的手，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弃剧。也希望大家多耐心的等一等，然后希望大家继续看下去，还是很不错的。是的，我已经给小菊打过电话了，我已经跟小菊打过电话了，他跟我说快了，快了。嗯，是的，快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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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那可以下班了吗？我想问一下。对，可以了。大家还有什么想说的吗？没有的话就大家该忙忙。
好，那今天着急吧，着急吃饭是吧？好吧，今天就到这里了，然后好，对啊，大家好好工作，有机会再见。嗯，有机会再见，一定可以再见的。北京见，北京见，拜拜。